大家好，我刚进一个打了枪接了爱情的游戏玩家啊，我的名字叫做绿水青山总是情啊啊啊啊啊啊啊！你干嘛四号露出犄角了吧？你没了。因为这一把有小黑子的原因，所以我就不给你们做地图介绍，我们直接上啊啊啊！这个侦探在做什么呀？我的爪刀竟然没有中，但是问题不大，一个冲刺，不要慌，一个拍子，再来一下，直接抓起绑上火箭。这一波操作叫什么？这一波操作就叫做细节。啊！我刚才好像看到一个人飞过来，然后侦探就没了，但是问题不大。小黑子还敢来救队友？你问我剑客超威蓝鼠的意见了没？找到了，兄弟们，一个爪刀直接打掉他的小手枪，他还想跑，跑得了和尚，跑得了庙。我上去再来一个，哎，被锤了一拳，但是问题不大，还有枪。俗话说得好，手枪在手，天下我有。他还买罐子，你买罐子你就可以打到我吗？这时候爪刀马上就好了，一刀下去，直接解决掉了他。这时候我盾还没喝，他们就把队友救下来。说真的，有那么一点点小过分，但是问题不大。他以为他可以跑，他凭什么能跑？看我这一波细节的小拍子，一个连斩直接打上。嗨，他没有铁血，我们直接把他绑在火箭上。这一波谁能？哎，怎么手上还有罐子呀？这罐子是不要钱的吗？买一送一的吗？这么凶的吗？然后我又看到古王下来，但是我知道他已经跑不掉了，相信我的身法走位。然后我满血复活，这一波叫什么？这一波就叫做永远不亏。年轻的小侦探啊，你是要这个爪刀，还要这个拍子，还是要这个连斩？我知道了，他全都要。一套技能猛如虎，直接送走小侦探。这时候不出意外的情况，他们肯定会过来救队友，所以我们根本不慌。只要我们找到一个机会，一个抓到一个拍子，直接送他们离开。身为一名高手，任何时候都要从容面对。咬盾，哎，排骂了一步，但是问题不大，他根本是走不掉的。你告诉我，你怎么走？怎么走？一拍拍子没中，哎，他真的走掉了。但是问题不大，兄弟，大国王一定要稳。只要我们有技能，一个抓到命中就可以直接送他离开千里。再次之外，一个小走位，哎，接了个罐子，接了个拳，但是问题不大，哎，他的冰块不敢丢，我们再次拿到了国王。嘿，这一波小走位直接一个，哎，这都能打到，不科学。但是还好，兄弟们，这时候我并没有满血复活，所以这时候我是有点亏的，但是也并不算特别特别亏。我觉得我可以，我行的，我还有机会。只要这时候我们悄悄的靠近他们，我们就可以直接送他离开。哎，还想打我？打我？我是那么好打的吗？啊！再一个连斩，瞬间连到，直接起飞。这时候你怎么跑？你怎么跑？我这时候决定直接先把他绑在秒飞火箭上，嗨，直接放飞。这一波就很舒服，兄弟们。残血的超级老鼠是有操作的，这时候我们只要再等一个连斩，找到机会，一套下来，直接送走大表哥，轻轻松松。拿个拍子的时间，没想到国王过来，直接救下了大表哥。但是这时候大表哥在喝牛奶，兄弟们千万不要慌。这时候我们偷偷的开一个格挡，惊不惊喜？一波意外，你也想喝牛奶？小黑子啊，飞了吧！没有了大表哥的干扰，说真的，兄弟们，剑客就要起飞了。我们找到了一个侦探，小侦探隐身了，还不上来，还不推奶酪？不要急，我们等一波机会。我相信他现在还在下面，看到了，兄弟们，他没了啊！怎么是个国王？不过问题不大，他也没了。侦探已经隐过身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缺一个82年的小远视。虽然被他救了，但这个国王能跑掉吗？他钻了管道，那么他就跑不掉了。啊，问题不大，兄弟们，这一波已经稳了。这时候侦探在上面推奶酪，我们只要把它绑在火箭上，然后喝掉82年的小远视，顺便再放一手夹子。不管他这一波能不能救下自己的队友，他都没了。远视看到了他的位置，这时候我们直接一个抓到一个罐子，一个冲刺，一个连斩，直接送他离开。看着侦探倒在地上，我摸流下伤心的眼泪，我这时候该说再见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我现在不可能再见面了。小黑子，你们都没了。